嘅方式咧都好特別嘅。有一首歌我聽講咧，更加係一人寫一半啦。咁呢首歌咧就係 Sally 嘅《焚心與火》啦。咁聽講當年咧，詹叔喺寫呢首歌嗰陣咧，寫下寫下就唔知點寫落去啦，所以咧就一劈嘢咁係咁劈俾輝哥。你知啦，佢哋兩個咧係合作咁好，梗係合作無間嘅啦。所以呢首歌咧就共同完成咗啦。咁當年咧呢首歌更加係獲得咗六項嘅音樂大獎添啦。而今晚咧，因為阿 Sally 咧要籌備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咧，就冇時間過嚟。不過咧，佢係提前錄好咗一個短片，下面咧就等我哋一齊嚟聽聽 Sally 究竟有啲咩話咧要同兩位講嘅。叔同埋輝哥咧，就係最佳拍檔噶啦。因為特別係錄呢首歌，我記得嗰陣時咧，佢哋好有默契嘅。即使有少少問題咧，佢哋兩個就去呢間房就做咁樣出咗嚟，就寫歌就好唔同噶啦，就完全有唔同嘅感受。咁啊，佢哋兩個都好鼓勵我，所以我要好多謝輝哥同埋詹叔。咁喺呢度咧，我想特別中意多謝詹叔，因為佢真係幫助我好多，幫我寫咗好多好聽嘅歌。我希望你哋兩個咧會一路咁合作，同埋希望我同埋你哋再有合作嘅機會。咁啊，其實咧一齊揾一個好拍檔咧都係好難啊，所以我而家好彩就揾到兩個好拍檔，一個係阿 Lam 同埋梁明亮。咁其實喺我音樂旅程上面咧，我真係好開心咧，能夠識到阿詹叔咧同埋阿輝哥，因為喺我開始學寫歌同埋學編歌編曲嘅時候咧，我成日係參考佢哋嗰啲譜喎，咁佢喺個音樂譜裏邊咧，佢教咗我好多嘢，好多謝你。咁我咧就喺外國翻咗嚟，啱啱開始我個歌涯啦，咁冇乜人識我嘅，我就好幸運咧，係阿輝哥同埋阿詹叔咧係揀咗我唱《抉擇》呢只電視主題曲，咁到到依家都好多人記得。咁我想揾 Anthony 幫我彈一彈呢只歌，再點呢首歌俾佢哋。Anthony 唔該。詹叔同埋阿輝哥合作咗33年，哇！哇，好長啊！咁其實喺過去呢33年咧裏邊咧，佢哋真係為香港樂壇咧係貢獻咗好多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喺呢度要恭喜詹叔同埋輝哥，希望你哋繼續一齊拍檔，寫多啲好聽嘅歌。
多謝在這裡，很多謝 Sally、 Alam 和 Anthony。 多謝。其實呢，我覺得顧家輝和黃霑是一個音樂的超級市場來的，無論三歲至到八十歲的人都喜歡聽他們歌的。 You are not a horse， 你不是吧？你怎麼可能三歲的小朋友懂聽詹叔的詞？是你也傻的，他們兩個都有童真一面的嘛。據我所知，他們兩個合作過唯一一首兒歌。不如這樣，現在請古巨基和紅紅合唱團的小朋友為大家演繹他們唯一一首兒歌，就是 Doremi。輝哥和黃霑有什麼特別感覺呢？我自己其實很可惜，因為暫時到現在還未有機會和兩位前輩合作。不過呢，我自己周圍搲料知道他們一些作曲作詞的秘笈。秘笈啊？秘笈都被搲到。是啊，同大家講秘笈，所以我們先蓋住了。我可以做一解釋，就是分哆瑞咪發嗦拉提。是人都知道啦，作曲當然需要這七個基本的音符的嘛。大肥姐，你聽我講埋先啦，內裏有含義嘅，因為係秘笈。你講啦，你講啦。Do， 冇嘢揭，就係 do 啦。do 咧，即係話哇，做嘢好勤力，係咁做做做做做。哦，做嘢。跟住會做到最好。係啦，無線電視。Ray 咧就係 remember， 就要咧將以前學過嘢咧記實曬，咁第時咧可以咧運用翻出嚟。哦 ，me 咧 ？me 咧就係 meaning， 寫嘅所有曲啊詞啊都哇好有意思，好有意義嘅。化就應該要化啦，做人係嘛？化咧就係 faith， 即係咧嗱，好有信心，有信心咧做嘢先至會更加好嘅，有信念啊，一定要。信念，疏乎，疏咧即係一個疏乎嘅地方咧去創作咧，哇！創作出嚟嘅嘢特別好嘅。哇！拉咧，拉咧就係 last forever。即是说呢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永远永远流传下去的。T 呢？ T 就是跳。我哋知噶啦，以后我哋就唔催你哋噶啦 ，till tomorrow。人是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，换了换的衣裳，你快乐你兴奋，匆匆的一场，你悲哀你苦难。帝皇的尊严，世开的重逢，山峰上的白雪，看地里的奇珍，当你从梦中醒着。
山。人说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。短短的一生，有聚合，有离分；匆匆的一场，有苍老，有青春。心上的光明，心上的阴沉，一日里的天使，天堂上的永恒。当你从梦中醒着，你已经忘了人生。恰恰恰恰恰，人说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。短短的一生，你快乐，你兴奋；匆匆的一生，你悲哀，你苦闷。帝王的尊严，旗杆的中文，山峰上的白雪，寒夜里的奇珍。